这个巡查本来不想发出来，但是越看越觉得不对劲，有问题。片段开始，被举报玩家跳的龙狮城，先是淘汰一个刚复活的敌人，幽妈屁开镜击倒，然后周围的队友一号被打倒，跑过来救，没能救下，但还是给一号报仇了。画面一转，起舞龙在天上飞。直到有粉丝跟我说四号穿的衣服是赤羽金尊，我才发现队伍里竟然还有主播。偏偏就这段动向出现了问题，看一路上七五龙都是跟着三号走，本来没在意三号探路的嘛，一路跟到桥头，主角原本往左边走，发现三号在往海边开，就继续跟过去。注意前面厕所200多米蹲了个真人，全程躲在里面没漏过。三号刚从厕所经过，主角跟在身后，接下来直接从龙上跳下来，有目标性的冲进厕所，让赤羽金尊主播把里面蹲着的老六打掉。当时很多人说这波三号天上看到厕所人了，给他们报的点没问题，但我越看越觉得不对劲。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，三号是个透，带主播找人，故意往敌人那经过，再报点说看到人了，从而冠冕堂皇的骗过直播间观众抓落单。肯定有人反驳道，拥有赤羽金尊的主播怎么会碰挂，哼，穿赤羽金尊当然不敢开，但拉个透进来打，就算疯了顶多算个挂车7天，问题不大。再说三号从海边经过，到底有没有看到厕所里蹲着的老六都不一定，就往海边一闪而过，火眼金睛找到人了，你说假不假，哼。这个巡查直播时我看了好几遍，最终提交的不确定。那么你认为这名黄金风衣拥有者的队友有没有开挂？评论区留。